旷野之息最强的武器只有一把，我们用顶级 Plus 的试炼来示范。三段蓄力的无情十三连击，其他武器打起来速度完全比不过这把。兵力耗尽，换一下武器，兵力就补充了。一般来说，兵力的能量只能让你打五下，但蓄力三可以打出十三下。再看一次，随意都可以打出破天的伤害，每一下都是冰冻的三倍伤害。冰雪枪最大伤害是36，三倍可以达到108。十三连突速度又快，理论上是最高的 DPS。寒铁枪头可不是浪得虚名的、啊，不知道寒铁枪头是什么吗？难怪爹最后郁郁而终。你爹没有想到夺命书生连纯钢制造的枪头都折得断，所以他临死的时候就特别制造了这个坚硬无比的寒铁枪头。那你要记得带着这只铁枪头，以防万一。你爹要记着了啊！不行不行，我不划算，我划算。